我是盘起来，因为三天没洗头了、嗯、但是你看我头上一点头皮屑都没有。对对 对, 对，知道吧，我看你用，我告诉你们用的是什么洗发水啊，这个可能会更难抢，真的可能会更难抢、啊、为什么，就这款，就这款是一个什么，没错，黄金一克400多，鱼子酱一克1000多块钱，我用过非常好用，对的对的，用过的帅哥什么，你看我上次用过特别好用、嗯、这个都不用，家人们啊、哦、我告诉家人们，直播间所有的新粉丝，你现在不要说别的，你只要有我说的掉头发、头皮屑、头发出油、头发痒的，包括头发干燥的，你现在看公屏有多少人在说这个洗发水好用、嗯、我们这款洗发水全网哦，对对，全网哦，已经总销量突破了600万单，每一个月的出货量都是20-30万单，知道吗，就是它，而且在外面的头皮护理中心，你去洗理发店洗一次都得收你个200-300块钱，就是因为你看，你们自己看公屏吧，告诉我要不要，要就听他们的，要不要，要，嗯，要的打个要，扣个一，帅哥姐们，要的扣个一，对，要的扣个一，要的打个要，对，但是我要先说好，这个一定更难抢，为什么，因为你洗发水是哪怕你是光头你都一定要用，对对，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必备，家家户户都要，对对、哦、嗯，统计有多少人扣了一的，助理，我都，对，你能抢的我就能给大家发、嗯、好不好，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们，我这个我就不过多说了，因为洗发水、嗯、说实话你外面买个520毫升大容量的，随便一瓶得70-80、嗯、还不是鱼子酱的，鱼子酱的真正改善你头皮问题的，明星直播间做活动是299一套，是吧，是，明星直播间做活动一套299，今天我支持阿紫妹妹199，哇，再拿一套给我，2套，199，所有打了一的人啊，现在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每一瓶都是520毫升大容量，知道吗，啊，知道没有，所有人，嗯，你看用完头发都柔顺，它是洗护一体的，对，不伤头发不伤发根啊，他们都叫我上车，那准备上吧，199给大家发2套，但是我现在记得其实你给我家人们都是上次的你就别提了吗我当时说了，我当时说了，他们一定会回购，知道吧？我知道你是亏了，但是呢，那我家人们上一次拍的和这次拍的不一样，就不好呀，对不对，家人们？他说特别好用，我都不怎么掉头发了。而且他们上一次拍的，今天会很多人回购。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扣三。嗯。家人们，你那你们能不能答应我吗，没抢到我不加单嘛、嗯、说实话，因为真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我就加，就这样吧，三瓶，然后你上，然后我们没抢到的就不加单，这样可以吧，家人们，要听他们的、嗯、因为我告诉大家我给500单都不够抢，可以吗，家人们，等会我又抢不到了，我们就凭手速抢，抢不到我们就那个了，你给我准备50个名额、嗯、来再拿一套给我，鱼子酱的洗发水，你在外面你哪怕花100-200块钱200-300，你一定买不到这么好用，你只要头发上有我说的干的痒的长头皮屑的头发出油的爱掉的，你洗一次你就认准我们法国收收礼，来所有人3套50个名额，是不是，拼手速，来把手放小红车上，这样子咱们既然要上就50个名额，咱就玩刺激一点的，阿紫我知道你心疼大家，今天这样子我替你兜底，家人们啊，50个名额抢到的你给我改99，哇，听好了啊，199都不要了，直播间2000个人只有50个名额，我一个50个名额，我一个快递费都20-30了，明白了没有，对，3、2、1，99上车，来，没抢到的没办法了的啊，帅哥姐妹赶紧去抢啊，对，拼手速准备好了对吧，准备好了就直接去抢吧，99直接上，能抢得到的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快递费都不够，对，等一下又抢不过了，对，赶紧去抢，要不然等一下又抢不了了，赶紧去拍，帅哥姐们，特别好用，对，我说了，姐姐你今天是新来的，或者你上一次没抢到的你不用问，你就看公屏有多少人说这个洗发水好用回购的、嗯、你就知道，因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明白吗，家人们，对的，我之前给阿芝送过他，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在那个山里面，那个风一吹啊头发打结啊，知道吗，对，他当时跟我说用完这个洗发水之后他连护发素都不需要了，对对，就是洗护一体的，知道没有啊？确定都发3套吗，太给力了，是的，你能抢得到全部给大家发3套，那个就不用说了啊，家们，那个是肯定不行的，你看明星直播间有加那个东西，人家是卖400-500块钱的，知道吧， 嗯，我觉得这个洗发水特别特别好用，不掉头发，对的，帅哥们，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嗯、这个洗发水好用啊，赶紧去拍，我们什么都不想啊，这会儿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只想赶紧去拍啊，赶紧去拍就可以了啊，对，
头发柔顺。嗯，我就这么说，直播间所有的家们啊，大家都是过日子的女人，你不说别的，你在家里买一瓶普通的洗发水，随便一瓶要不要花你个五六七八十，至少的吧。对。对，那你想想，洗发水它一定是超重的，这三瓶我一个快递费都接近，嗯，对，二十来块钱了。那你想想，平均一瓶划下来十几二十块，你上哪里买得到？这是鱼子酱的，比黄金还要贵的成分。而且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部都能洗，它是零硅油不刺激的，我们官方旗舰店上面全部卖398一套，明白吗家人们？嗯，啊，对，赶紧去拍家人们。嗯，不要多想了，拍到了就是赚到了，赶紧去拍。对，嗯嗯，老人小孩去了等等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三个节目都可以用啊，姐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啊，全家人都可以用啊。对，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宝妈，所有人群全部都能用，明白吗家人们啊？对，有效期多久？三年，三年，三年的保质期嘛。哎呀姐姐啊，不行，我他们你知道吧，阿紫他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们在说明星直播间的那个啥。明星直播间是这样，人家是加了一台吹风机，那个套餐是做到598的。哦，因为家人们那台吹风机是负离子蓝光的。市面上你买个普通的吹风机也得个一两百，那台吹风机它可牛了，吹风机真不行。哎，你说我今天给你99，一瓶是520毫升，怎么办呢？这个吹风机我们也抢完了没有？没了。你这样吧，你把那个吹风机拿过来，我给他们看一看吧。你看到这个吹风机，你真不好意思找我要。吹风机想要，我们洗发水想要，来都想要。我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这个是负离子蓝光的吹风机，我们外面明星直播间拿这个产品去做套餐，它是三瓶洗发水加一台吹风机，卖到598。你想想，我今天是不是给你99？99你能买得到一台吹风机，你还让我送，这咋送？哎，要拿都拿出来了，拿都拿出来了，对不对？你看家人们，他们都打要，嗯，送送送。真的，但是家人们听我说啊，就是你说句真实，我哪怕亏这一次我都无所谓啊，因为我觉得用得好，你们自然会帮我做宣传，对不 对，嗯，对。但是我希望大家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是一定会无限次回购，好用，你下一次一定会跟阿紫说，阿紫你叫袁姐来吧，我们还想要洗发水。把送字打在公屏上塞个行吗？知道吧？你下一次一定会跟阿紫说，阿紫你叫袁姐来吧，我们还想要洗发水。那下一次你们还能提吹风机吧？这个不能再说了啊，真。下一次我一定不可能给的。嗯，他们好多人老是叫我去你那里呢，他们说袁总他们的东西都特别好。你说阿紫你还是去广州吧，他们这样子。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嗯，因为我告诉你阿紫，是唯一能收买人心的一定是品质。对，对吧？对对对，你嘴巴说的再好听，你收到货不好那一样都是零，对不对家人们？ 对， 对的。来来来，这样不说了，刚刚前面所有抢到的负离子蓝光吹风机一台200多块钱我给了。哇，99。这三瓶洗发水加一台吹风机，谢谢，我都告诉你姐姐，你打着灯笼一任何一个超市你买得到，我都到手四个，到手四样，对，知道吧？到手四个，啊，没抢到你只能这样子了，你看有没有没付款的踢一下吧，赶紧去拍帅哥节目，到手四个啊，一个吹风机三个，你这样子，助理你看一下有没有没付款的，站着订单没付款的有，这个只有三个，这个站着订单没付款的就三个人是吧？对。不会让人失望，对对，不会让人失望。那你这样吧，你把站着订单没付款的三个人踢掉。好的，好不好？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听我说啊，有三个人站着订单不付款，我现在把他踢掉，好不好？你们把手按在小红车上面去，我把这三个人踢掉，但是你们错过这个村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准备好了没有？嗯，啊，准备好了没有家人们？所有抢到的人全部给大家99，发三瓶洗发水加一台吹风机，好，最后三个名额一定要拼手速，来321上车，拼手速，对，最后三个名额已经上了啊，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快快快，赶紧的赶紧的，帅哥们赶紧去抢，时间不等人，知道吗？对，是的，真的很好用这个洗发水，是的家人们，这可以说是我们家的招牌。你想想，我们现在总销量已经出超了600,000-700,000单了，嗯嗯，600,000-700,000单哦，对，而且每个月出10几万单，他要不好砸了我家的招牌了，早就，明白明白没有，家人们啊？对，头发出油、长头皮屑、头发干、头发痒、头发爱掉，值得拥有，对的，值得拥有。洗发最后几个点了，是的，只要抢到三瓶洗发水，再加一台负离子的蓝光吹风机啊。明白吗家人们，嗯，对， 对，到手总共四样东西啊，到手总共给大家发四样东西，好不好啊，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嗯，全部给大家发四样东西啊，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嗯、感谢姐姐，感谢姐姐，没事没事，反正都是咱们现在你看直播间还有1000多人，全是咱们自己家的铁粉，用上好的洗发水不说，还用上了那么好的冲锋机，真的对，感谢了，是的，嗯，来这样子，助理，我看到在点链接的人特别特别多，在抢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我知道的也都姐姐手速比较慢，我来教一遍大家怎么去付款，然后教完之后我再给大家10秒钟时间，我要准备下来，对，准备好家人吗、哦、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下他这个福利确实太大了，你说我这么一直挂着，有很多直播间会投诉我们的，明星直播间都会投诉 的，来我教一大家怎么抢啊，直播间所有的讲，来来来来来、嗯、所有人不会抢的一定要看好了啊，点开小黄车的这个地方，看到没？99三瓶洗发水加一台吹风机，你直接点击去抢购。上面输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之后，有的姐姐很聪明，两个洗手间你就抢2单，3个洗手间你抢3单，3年的保质期不会过期的啊！来，这里支某宝微微微某信直接付款，点哪个付款都可以，然后提交订单，输你的6位数密码啊，输入成功你就坐等收货，好不好，家人们啊？对的。好不好，来计时10个数，准备下车，太划算了，抢了3单，对，帅哥姐们，他意思他用完洗发水吹风机都不用用了、哦、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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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洗发水味道特别的好，拍了2单，嗯，赶紧去拍，味道也好，它用的也好，知道吗，帅哥姐们，不掉头发，对，头上有下雪的呀，那些都好，知道吗，帅哥姐们，都去拍这个，长头皮屑的都有，知道吧，来最后3秒钟、嗯、我要下车了啊，3、2，赶紧去拍，帅哥姐们，1，好，准备下车，我跟大家讲，因为洗发水这个真的就是日用品，你到任何一个超市你都能比价，对吧、嗯、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嗯、你在随便一个超市，什么好又多沃尔玛，你看到普通的洗发水3瓶加个吹风机，你能99带走，你回来找我，我送给你都可以，对，知道吧，啊，好，来，没了就算了，没了就算了啊，嗯，对对，帮他把车把那个啥那个啥，嗯，哎呦真好明天早上给大家发货，收获满满的，我们要真好，帅哥姐们，嗯，用了之后头发的，对，很柔顺，是的是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洗护衣服的，对，来把感谢原则打在公屏上，帅哥姐们，姐姐大气，对，姐姐大气，不用客气，知道吗，家们，说实话咱们咱们就当一家人，咱们就是一家人，知道吧，嗯嗯，明天阿紫跟我一起去广州，家人们，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说实话阿紫这个姑娘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她虽然呢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她真的是有自己的想法，她在任何时候不到不得已她不会拖累任何一个人，所以呢我也不愿意给她施加太大的压力，她如果愿意她做决定，她想来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她不愿意，我能给予她其他的帮助，只要她同意我都会帮，所以大家我在这一方面我也不会去强求她啊，因为我不想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我知道背井离乡的那种痛苦，家们你们能理解吗，理解打理解好不好啊，然后我还想跟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们讲一下，阿紫像我的亲妹妹一样，我相信每一个家们你们都拿她当妹妹，拿她当自己家的姑娘去看，所以我不希望有的姐姐你们去嗯，就是你们听了一些人啊比较片面的话啊，你们就会啊偶尔来直播间说一些话，我觉得大家要维护好咱们直播间，因为这是阿紫的家，你说他开播了在自己的家里面，你们老是在公屏上面说这个人说那个人，他连家都不敢回了，多可怜啊，家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自己回家了，家里坐的全是别人，对吧，然后你都融入不进来，你还想回家吗，对不对，家们，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任何人不要在直播间去带别人的节奏，对吧，谁好谁坏我们不做任何的评价，公道自在人心，是不是，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嗯、阿紫很善良，你看他开直播他从来不说任何一个人，对吧，哪怕刚刚那个人那么坏，他一直是客客气气的，这是他的教养，他很有礼貌，对吧，但是咱们不要说因为阿紫不去说这些东西，他不去正面的去回应你们，反而就把这个东西说的越来越多，咱们能不能答应我圆圆一件事，咱们一定要维护好阿紫，维护好咱们这个共同的家，能答应的给我打个8，以后谁在直播间说别的人啊，说这个老板那个老板，大家就维护公平，不要再去说了，好不好，各过各的生活，谁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对不对，你看阿紫
他从来也不上别的直播间去那个吧，对不对？家们，你们能听到能理解的全部扣个八，好不好？给阿紫一点点，给阿紫一点点力量，好不好？家们，对对，这是对的。因为说实话，谁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有自己 的日子要过，谁天天闲着无聊上别的直播间去说说说说那些。你说阿紫天天开直播，他会说别人吗？他不会啊。但是那别人为什么一直要说他呢？你们想想，别人为什么一直说他呢？对不对嘛，家人们？所以因为我说实话，阿紫有时候他脸皮比较薄，而且他社会阅历不多，但我是个做生意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不靠谁吃饭，对吧？对吧，家人们？你说，我说句真实的，我哪怕我自己开直播，我也从来不在直播间去说别人呢，各过各的日子就行了嘛，是不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现在只想靠我自己好好的努力，真的摔个筋嘛。对，咱们不要去给阿紫去施加压力，也不要去再去说这些说那些了，好不好，家们啊？所有打八的人，我就当你们同意了。以后在直播间维护好咱们直播间，保护好阿紫，不要再被任何人在直播间去带一些这些有的没的的节奏去提任何一个人。在工厂上班也好，工资很低也好，我都不想去给别人带麻烦，知道吗？摔个肩吗？他想的都是靠自己，嗯，知道吧，家们？他想的就是靠自己，他从来都不想去给任何一个人去添麻烦。但是他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需要大家给他力量，知道吧？因为你们也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对不对？嗯。哎呀，打加油就可以了，家们，咱们打加油就行了，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其实姐姐你来这里之后，我感觉我心情也好了很多很多，真的。我就希望 你说这些那些呀，开导我呀，那样子，我的心情已经好了很多。我就希望你这样，阿紫，我就希望你怎么样呢？我希望你开朗一点。我前两天我真的我连抖音都不想看，因为很多很多人一直就是，我知道他们都是关心我嘛，关心我，每个人都是关心我才会这样子的，其实只是我们想法不一样，思想不一样。对对对。哎。谢谢点赞，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是的，我跟大家讲，其实阿紫这么想是对的，就是靠自己，对吧？任何时候不去给别人去造麻烦，但是家人们你们要理解，她还是个小姑娘，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情况，你反而过度的关心很会给她造成压力。真的，家人们大家都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吧，对不对？你说咱们直播间好多姐姐阿姨，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年纪三四十的五六十的，那人生阅历真的很多，但是阿紫不一样，她还这么小，所以我们不要拿我们的想法来去加在阿紫身上，好不好？他做的任何决定任何选择我们都支持他，你只要知道你，因为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会我的心也会很那个的，真的，我你们说让我回到哪里哪里我会很难受，知道吧？对，所以我宁愿在外面我自己那样子，我都不愿意去，就是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吧，那种感觉。对，我跟大家讲，就还是那句话，你看我拿阿紫当亲妹妹，我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我请他来广州，我一定是能给他提高 高工资，包括他的生活我一定能安排的好好的，他都不愿意来，他都有他一定的顾虑。那你们想，你们为什么还老是要叫阿紫回去什么老板那里呢？对不对？家们，阿紫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也会考虑的，对吧？如果说真的，其实说实话算给你们，我不能靠老板一辈子，对，知道吧，家们？真的，我不可能靠一辈子。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我想靠一辈子，但是靠不了的嘛，你们都已经看到了，你们都已经明白了，对不对？那靠不住的话，为什么我还要麻烦呢？麻烦老板呢？对对对对，没必要。老板他本来就很忙，他自己很多事情，为什么还要去，对不对？麻烦呢？而且他以前帮助我这样子带我去义乌那边，这样那样我已经很感谢他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真的很感谢他，所以我也不会去麻烦他了。是的，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不要担心我啊，也不要担心我，我会加油，会越来越好的。对，所有家人们，咱们就给阿紫打两个字，加油，好不好？对，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关心我，我知道，我很明白，很清楚。
所以呢，你们只要为我加油就可以了，嗯，好吗？你看，应该有个叔叔，他说宝贝孙女加油，爷爷支持你，嗯，所以咱们直播间都是很有爱的家人们，嗯，真的感谢大家这么善良啊，感谢大家这么正能量。对，我们都要正能量，嗯，我们嗯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嗯，是的，对，也不要去给任何人一些压力好不好，帅哥姐们，你们就答应我。其实我也放在我心里面，很多事情我都知道，都是放在我心里面，所以呢你们就答应我，也不要去给谁说这些那些，嗯，真的不要去怪任何人好吗？对，也为老板加油，也为我加油，阿紫加油，对，加油，大家都要一起加油啊，嗯，没关系，这家们也不用一直打去广州，没事的，我说了我